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，掠夺和鲸吞中国的领土。公元1865年1月，中亚浩瀚国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南疆的喀什噶尔，以后又侵占了南疆各城和北疆的乌鲁木齐、马纳斯等地，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。乌鲁木齐都统景琏奏报，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、马纳斯之后，新疆的局势更加恶化，请求朝廷速作筹划。阿古柏不过是个小小的浩瀚国军官，为何能如此猖狂？阿古柏背后有英吉利女王支持，最近陕甘总督左宗棠送来一张阿古柏的照片。皇上、太后，同治三年以来，因守边官兵腐败无能，致使阿古柏得以横行。新疆乃我西陲重地，朝廷再不能置之不顾啊。是筹划平定新疆的时候了。不过，自古用兵西陲都极为谨慎。当召众大臣廷议。启禀皇上、两宫皇太后，俄罗斯又出兵侵占我伊犁九城了。这是景琏将军用600里加快送回来的奏折。俄罗斯怎么不宣而战呢？伊犁就是准噶尔。嗯，准噶尔是高宗皇帝平定的，这份祖业不能丢啊。恭亲王，立即召见俄罗斯公使，责问俄国为何不宣而战，占我伊犁。遵旨。王爷驾到！啊，亲王阁下。公使阁下，贵国这次为何不宣而战呢？亲王阁下指的是本国军队占领伊犁一事吗？这完全是个误会，是个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好，你坐。谢谢。
亲王阁下，你知道新疆近年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，给本国在那里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沙皇陛下对此深感不安，予以极大的关注。尤其是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马纳斯之后，本国政府更加忧虑了。您知道，出自对睦邻友邦贵国的关心，也是为了维护本国商业利益，本国政府不得不出兵，为贵国代守代管伊犁九城。启禀皇上、皇太后，俄罗斯公使说，一旦我官军收复乌鲁木齐、马纳斯之后，他们立即撤兵，交还伊犁九城。这么说，俄罗斯是暂时代管伊犁了？启禀皇上。哼，此乃欺人之谈。俄罗斯也太猖狂了。我大清朝在大西北，由左宗棠率领了10万大军，要收复乌马两城，并非难事。李鸿章，眼下新疆局势，你看如何收拾？你就站着说吧。臣叩谢皇上、太后隆恩。新疆局势令臣忧心如焚。臣以为俄罗斯乃是军事强国，又与我相邻，待之要慎之又慎，千万不能轻启边信。俄国军队占我伊犁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妥善处置。李中堂所言极是，需待我收复乌鲁木齐、马纳斯之后，再与俄方交涉。那就下令陕甘总督左宗棠挥师出关，收复乌鲁木齐与马纳斯。皇上，臣闻浩韩国军官阿古柏兵强马壮，又有英国做其靠山，也不能等闲视之啊。皇上、太后，连年战乱，国库空虚，如若出兵西域，不知怎筹巨饷，还有粮款。当年圣祖高宗都曾平定过西陲，而今岂能知难而退呢？据驻扎在古城子的景莲将军奏称，他部已成孤军，危在旦夕，急需增援。皇上，乌鲁木齐提督程璐不是一直驻扎在高台吗？不如让他率部出关去增援景莲将军吧。程璐率部出关，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皇上、太后，臣以为应该让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部出关，驱逐外寇。上天之灵佑我王师，
冲冠征战，所向披靡。一斋兄，大帅命你销甲归营，真是太及时了。今日圣旨就到了。哼，圣旨就到了。你知道这圣旨里说了些什么？唉，我董某再蠢也猜得出，一定是命大帅为钦差大臣，挥师出关呗。哎，你们这是笑什么啊？跟我卖的什么关子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什么也不想干。哎呀，你数数人头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不是大帅，你们说派谁啊？依我看，非大帅莫属。哎，那为什么大帅看完了圣旨以后一言不发呀？这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朝廷要派谁出关呢？派谁？哎，程璐。程璐派这个花花公子去西征，荒唐啊，荒唐，不行，找大帅去。走。心头快后，还我一生。心头快后，还我一生。大帅。哎，刚才还在吗？哪儿去了？我说不让你来，你非来吧。妈的，阿古柏这兔崽子便宜了他。这小子，哼，你等着吧。啊，什么呀？是破东西。哎，这张图还绘制的挺精细的。嗯，咱们要是有这么张图就好了。啊，我说，我说啊，大帅找不着，你们看他干什么呀？好，走走走，还是找大帅去吧。啊，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大帅到菜地去了。哦，那咱们赶紧去吧。快走，快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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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。大帅，标下刘景堂向老师请安。哈哈，你们都来了啊。大牛啊，哎，去给他们拿几把锄头来。啊，这刘将军，给您这个。好，我来我来。嗯，干活。哎，一斋兄，
你既然做田，就该长假不归，留在湖南老家，又何必匆匆归营呢？当了统领就不用做田了。今后西征啊，每一名将士都应该带锄头一把，到了新疆边屯田边搭帐。还是大帅想得远呐。自古以来，西陲用兵最让人头疼的那就是供给啊。对，大帅，如果您还想西征，那为啥朝廷派程禄出关你却无动于衷呢？派程禄出关好啊，他是乌鲁木齐的提督，总不能让他常年就驻扎在远离乌鲁木齐2000里之遥的高台吧。啊，让他出关。等等，来拿枪。怎么样，李荣？啊！来，给我一个。你们这么一身穿戴，那还怎么干活啊？啊！脱！脱！脱！甩开膀子干啊！瞧我的啊，干吧，脱。大帅啊，你看程禄在高台整天是养狗放鹰玩女人，像他这种人能打仗吗？玉不琢不成器呀，出了关外寇当前，看他还怎么能够放鹰养狗的啊。大帅，姓武，你看看你直姑说话了，你把那个菜都当草给除光了。当台兄，我看呐，姓武兄的心已经飞出关了。我说你就不想出关呢？啊，我此刻心在菜苗上。军门大人，军机处来了停机。啥事儿啊？催我不出关呢。哼，老调重弹，甭理他，走。大人，这次口气硬得很呐，限我部3个月之内出关，否则将追究乌鲁木齐失守之责。把停机拿来。妈的，一定又是那个左宗棠在捣鬼。一斋啊，是，人家都喊你刘大闯，可今天你和朗斋还真沉得住气啊。不，老师啊，本来听到圣旨也很焦急，可是后来看到老师若无其事，
学生的心里也就平静了。谋大事者当处变不惊。你看这次朝廷委派程禄出关用意何在啊？老师，凭学生推测，朝廷此举不过是虚晃一枪，做个样子给中外看一看，我大清对新疆并非坐视不管。好，一时种地啊。老师啊，收复新疆非老师不可呀。不是老夫自吹，当今能够收复新疆者非我左某莫属啊。老师，学生愿意随从老师左右奉陪到底。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。你要让各位将士心里有底，稍安勿躁，养精蓄锐以待他日啊。老师，学生明白。说这出关之事该怎么回复朝廷啊？啊，这事儿您得琢磨琢磨呀。啊，尽快给回个话。这事儿啊还是拖一拖吧，朝廷办事向来都是虎头蛇尾。哎，只怕左宗棠又会借机生事啊。左宗棠，他左宗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别看他是陕甘总督一员大将，那不过是替大清朝拉车的一头牛。那爷可是挥鞭的主啊，啊，任他上书百次，哼，也损坏不了爷的一根毫毛啊。大人，这不能掉以轻心呢。如果他趁这次朝廷催促出关之机胡说八道，说不定会说动朝廷将咱们调离高台。有，那什么，拿来。哎，得。朝长，爷要塞住左宗棠的嘴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。不过并非一两，不过它很有军事价值。现在除了俄罗斯占领的伊犁以外，新疆几乎都插上了我这的沙尔汗国的大旗了。尊敬的陛下，中国政府只剩下这三个地方了。拿下古城子、巴里坤和哈密，对于我英勇的骑兵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启禀尊敬的陛下，带来了什么好消息？中国政府派出了程禄出关。他们要派程禄出关？程禄是驻守在高台的吧？从高台到乌鲁木齐还要2000多里路，不过我倒是欢迎他早日到来，因为
我手下还缺一名养鹰的奴仆呢。陛下的消息可真灵通啊。连程璐是个养鹰的好手您都知道，不过怕只怕他只有养鹰的嗜好却没有雄鹰的胆量，他不敢出关。哈密马里坤和古城子，我们只要把这几个地方拿下来，那么新疆就全是我们的了啊。大帅，据细作来报，阿古柏在吐鲁番乌鲁木齐一带集结军队，有进攻我哈密的企图啊。蠢蠢欲动了，那就来吧，看老夫怎么收拾他。哎，这大帅，大帅，大帅，长提督急信。哦，大帅，程提督说啥呀？他向老夫讨粮饷来了，好家伙，一开口就要100万两银子，500万斤粮食啊。程璐号称12个营，其实兵力不足3000，一年拿走30万两银子，上次还擅自扣下拨给景莲的10万两专饷，如今又开海口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大帅，别理他。不行，大帅，你若不理他，他就找到了不能出关的借口。一战一语道破天机啊。大帅，你应当上书揭发他常年吃空额呀。哎呦，人家姑父是保中堂，哎呀，执掌户部，管粮管饷，告他不动啊。哎，孕婆，你立即给程璐复函，说他要的粮和饷老夫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啊。大帅，你哎，暂时保密。秘而不宣。大帅，前面就到三营了。好好好。还复返春季丹破下等我战兢兢，不敢向前，无奈何，我只得巴黎来。左宗棠回信了。左宗棠怎么如此干脆啊？大人，左宗棠说这笔粮饷放在哈密，让我部出关去取。左骡子分明是在捉弄本提督啊。走走走，不过左宗棠
给了我一个好借口。快叫师爷来。哎，本提督要参佐骡子一本。这皇上刚才又问了，程璐到底出关了没有？程璐名为乌鲁木齐提督，可他何时出过关呢？他在高台一住就是七年，指望他出关，哼，就如同严冬盼望荷花开呀。文中堂，鄙人本来不该过问程璐的事，可是他不能出关也是情有可原呐。哦，啊，王爷，你看，这是刚刚收到的奏章。程璐向左宗棠要军饷，可左宗棠怎么说呢？让人家到哈密去领取，这不是故意的敷衍吗？这个，嗨，哈哈啊，你看，奥中堂，左宗棠手头有多少粮饷，你心里头最清楚。左宗棠手头拮据，我很清楚，可是应该先急后缓嘛。再说应该把粮饷先发给出关的部队呀。以鄙人所见，王爷，文中堂，左宗棠是指望由他挂帅西征，他才阻挠程璐出关。保中堂，恕我直言了，你那侄并非真想出关呢，倒不如让他向朝廷上书，让左宗棠西征，这样各如其愿，岂不更好吗？这个二位啊，嗨，哎呀，哼，谁也瞒不过我这鹰一样锐利的眼睛。嗯，要派程璐出关，只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嗯，大清政府已经像一个暮气沉沉的老头，四肢早已僵硬，哪里有能力顾及我们新疆呢？我要挂帅亲征，拿下哈密、八里坤和古城子。是的，英明的陛下，杀鸡何必用牛刀呢？还用得着劳陛下大驾吗？这古城子有景莲镇守，他也是八旗子弟，我们的手下败将，名为乌鲁木齐的都统，可还未等我大军临城，他早就给溜了。这哈密嘛，就更不堪一击了。哈密为王穆罕默德是一个摊子，养了几营的守护家院的家兵，还能打仗吗？肯定是不战而立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们要把中国军队残存的这三个地方全部给他夺过来，让这的十二汗国的旗帜一直插到星星峡，查到嘉峪关前。嗯，啊，陛下，我以为不能急于东进，而应该看到占领伊犁的俄罗斯已对马纳斯虎视眈眈了。我们应该一边防着俄罗斯，而另一边我们要派兵去古城子探一探那里的虚实啊。您说的太对了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俨然未乐
归无计。有何敌情？有支敌骑已从乌鲁木齐出发，向我古城子奔驰而来。在他这，误了我景莲大半生啊。快写奏章，阿古柏欲犯古城子，向朝廷告急。这大人啊，我们看了好几家铁厂，哎，这是一家规模最大的。哦，有多少熟练的工匠啊？50多人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那太好了。锻造、翻砂，哎，他们都行。这个厂前几年还仿造过口径4寸的火炮，还有火铳台枪。你们要赶快办起甘肃制造局造炮造枪。阿古柏用的都是英式武器，去打他们光用大刀长矛那是不行的，而是要用步枪，要用大炮。等等啊，你去想个法子把劈山炮改造一下，要让它射得更远，威力呢要更大一些，这样才能好打仗啊。小人试试看。什么什么什么还要试试看？你要说行或者说是遵命。遵命。老夫知道他行，他还说什么说什么试试看。大帅，街上来了一队强盗。那你还等着什么呢？怎么还不带几个清兵去把他捉拿？小的不敢，他们打的是奉旨出关的旗号。哦，打出奉旨出关的旗号来了。百姓们听着，我部奉旨出关收复新疆，沿途百姓都要共粮共饷。这个老板他胆敢抗旨不交粮饷，嗨，若要是拖延，立即送官纠治。小人做西大营的生意已多年了，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挨家挨户勒索的官军。你从来没遇上，老子今天就让你开个眼界，抓起来！这，你交不交？交不交？不交！交不交？交不交？你想话？既然敢抗议，爷再问你一遍啊！听好了，最后一遍，你交不交？这粮饷，你到底是交还是不交？不交的话，就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这，住手！坐。请问将军，请问您属于何部啊？本游击乃是乌鲁木齐提督麾下。哦，成提督所部啊，这朝廷颇有专享啊，你为何还要沿途勒索呢？你没看那旗上绣的字吗？奉旨出关，不得不增收粮饷。念你年老，且不追究，快滚开！要粮要饷，那你得找左宗棠去要啊，不应该再找老百姓了
啊，左宗棠，就是左宗棠也得乖乖的向我送粮送饷。押着老板到店里去搜，不要再敲诈老板了。我说玉将军呐、啊，请到总督衙门去吧。啊，左宗棠亲自相邀，本游击才会去的。嗯，啊，那左宗棠，我老夫亲自邀请，你去不去啊？哎，嘿嘿嘿，你还敢冒称你就是左宗棠？嘿，真是狂妄之极！快把这疯老头给我赶走！这走，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走，小哥，小哥，走，哥子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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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点过去，大帅，要不要把这帮强盗都拿下来？啊？大帅，大帅，小人狗眼不识泰山，恕罪，大帅恕罪啊！大帅，小的罪该万死，大帅，小的罪该万死啊！大帅，小老郭茂元，谢谢大帅。茂元兄受惊了。大帅，小的永远不识泰山的。快不讲话！是小的罪该万死啊！大帅，你这个，大帅恕罪呀，恕罪呀！嗯，哎，嗯，哼哼，怎么着？喝点啊？大人，嗯，宝卷借来了，嗯，快，宝卷来了，快快快快快请快请！哎，三太太请，请。嗯呦，小心肝肉，哎呦，官人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官人，你都想死我了，你可想死我嘞，好狠心的也不管我，哪儿啊？哎，来来来，官人，哎呦，你可黑喽，官人，嗯，且好苦啊，嗯，怎么了？嗯，不信你问玉将军，嗯，狗奴才，跪下。嗯，大人，你一路上没尽心的照顾三太太，对不对？嗯、啊、表兄，嗯，官人，嗯，这也不能怪玉将军，嗯、且是恨死那个左老头了。嗯，什么左老头啊？恨死他了。啊，什么左老头？左骡子，左宗棠啊！怎么，你被他欺负了？哎，但左宗棠在兰州大街上。拦住三太太的车子，当众辱骂了标下，还辱骂了您呢。他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嗯嗯。啊，对了，他还撕毁了奉旨出关的大旗呢。就是的，官人，你可要替妾出这口气呀、啊！左骡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！沿途收的银两都被左宗棠给缴去了，你看这事儿。嗯。哎，官人，你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好你个左骡子，你敢卡我的脖子，我要刮你的地皮！明天，你们带一队人马向高台百姓摊派征收，谁若敢抗旨抗粮，就以叛逆论处，格杀不赦。这。阿古柏率部入侵，俄罗斯又乘机强占伊犁，新疆危在旦夕。清廷命常年驻守在甘肃高台的乌鲁木齐提督程璐出关御敌，程璐只知假鹰养狗，此时又借出关为名大肆鱼肉百姓。你是何人？胆敢阻挠官军征粮饷？在下是贡生潘吉珍，敢问长官，上个月贵部刚来征收粮饷，今日为何又来？
是啊，大人。上个月是按常规收的，这回我部又要奉旨出关去收复新疆，不得不再行摊派。征收出关粮饷，百姓责无旁贷。可是大人，你可知道，高台乃杀气寒冷之地，一年只收一季啊。今年常遭匪盗劫掠，今年又逢旱季欠收，百姓已饥寒交迫，何堪频频摊派征收？望长官在程提督面前替百姓求情，求他开恩，缓些时日吧。是啊，大人。是啊，是啊。大人，求求您了，大人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，大人，别收了。朝廷十二道金牌催促出关，军情急如火燎，一天也宽容不得。潘吉珍，这也太狠了。我看你还是放明白点，不要撒尿对风冲。哎，你们啊，算了。哎，程提督有令，胆敢抗粮抗饷者，按叛逆罪论处。大人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实在是拿不出粮食来。哎、你敢抗粮？哎呀！哎，住手！人呢？哎，不能打人。上个月刚征收过粮食，今天为什么又来征粮啊？就是、好啊，胆敢抗粮抗饷，给我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爹，他们反了！反了！下去看看。穷光蛋，妈的，穷鬼，去你的！身上连个屁都没有。大帅，请留步。啊，恕不言送，恕不言送，告辞了。留步，留步。哎呦，哎呦，胡大人，胡大人。大帅，今年城里又来了不少难民，听说是从高台逃荒来的。今年甘肃干旱少雨，有些地方颗粒无收啊。前几天几位士绅告诉我，他们在西关设立了粥棚，接济逃难的灾民。
大帅，灾民蜂拥兰州，几个州棚恐怕无济于事吧。是啊。哎，大牛啊，你陪老夫到州棚去看看怎么样？这啊，哎，老板来啊，哎，局长啊，这边是给我一碗来，给我一碗。别洗，都有都有。哎，别洗别洗啊，都有份儿。别打我，我这有命吗？我这。别说这个，别让这伙子这都不错了。哎呀，都炸的。这人从头装的，不错。大帅，大人，大人来了。大帅，你看，大帅，一看这些就是从关外来的。抓起来！强盗，你们这些强盗！大人，杀人吧！她是个疯女人，求求你把她放了吧！大人，你咋疯了呢？她是个疯女人，你就把她放了吧！大人，大胆！疯女人，你把她放了吧！送官就治，带走！大人，求求你了，大人！大人，大人呐！大人，您别把她带走，您就放了潘姑娘吧。郭老板，是啊，你认识她。我常往高台做生意，和他父亲是朋友啊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大人，求求你了。郭大叔，郭大叔，孩子，郭大叔，孩子，你是怎么到兰州来的呀？路这个畜生，高台百姓纷纷逃难，前来告状的络绎不绝，说起程璐无不咬牙切齿啊。程璐就是碎尸万端，也难解高台百姓心头之恨啊。唉，他滥杀无辜之后，又到处张贴告示，诬梁为奸，将自己说成是绞杀叛匪的英雄。唉，可耻啊他。数十年来内忧外患此起彼伏，何以始终不断呢？就是因为有了程璐这样的贪官污吏，对老百姓横征暴敛，敲骨吸髓之所致。君仆啊，笔墨伺候，老夫要狠狠地参程璐一本。大帅，你平日常说汉元不与满元斗啊。嗨呀，老夫沧海成露，这是为民请命啊！你说我怎么就不应该去这样做呢？你别忘了，成露的姑父是保中堂户部尚书，军机大臣，管粮管饷，惹他不起呀！哎呀，老夫以往就是爱在保中堂的面子上，我才不得不对成露容忍三分呐、啊。如今他滥杀了这么多的无辜百姓，我还不上奏朝廷，治程璐以应得之罪，那就该治老夫渎职之罪了，那还称得上什么陕甘百姓的父母官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我念，你逆稿。大帅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你因为骂了樊总兵，得罪了管中堂，险些惹下杀身大祸呀。嘿嘿，当年呢，我只是个幕僚，我就敢跟他关中堂抬杠，如今我还怕他保中堂吗？这回弹劾程璐，
纵有天大的灾祸，老夫也敢承担。大不了我革职回乡，再当乡上农人。大帅，哎，我说你怎么今天变得这么胆小啊？你写不写？你要不写，我自个儿写了啊。大帅，卑职来。老爷回来了。这冬虫夏草是我侄儿程璐给咱寄来的。哎，别提你那宝贝侄儿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撞上左骡子了。左骡子？什么左骡子？左宗棠。左宗棠生性倔强，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，管他叫左骡子。他是陕甘总督，咱程璐是乌鲁木齐的提督，这井水不犯河水。老爷，他们怎么碰上了呢？哎，你那侄儿是乌鲁木齐提督，他常年住在高台啊。你想啊，高台是左宗棠的辖地，他们怎么能碰不上呢？左宗棠参了他一本，说他横征暴敛，冤杀无辜。太后看了奏章，勃然大怒，现在就要把他调回北京受审了。老爷，我娘家就这么一个侄子，你当军机大臣的姑父可要救救他呀。哎，这还难呐。你想啊，我这当军机大臣的也不是什么事都管得了的。老爷，想想办法嘛。哎，难呐。哎，说程璐在哪儿？说，我哪知道啊？搜！左大帅，左大帅，左大帅，乡亲们，
请起，请起，乡亲们，请起来，起来吧，乡亲们，起来吧，大帅。大帅，左骡子，咱们北京见。左宗棠也够狠的，他也不看看您的面子。要不是咱户部替他拨专款催协饷，他那十万大军早得喝西北风了。现在这些封疆大吏都狂得很呐、啊，小吴啊，你年轻有为，你也应该到哪个省去独当一面，不能总在京里当京官啊，那有什么油水啊？卑职全靠中堂大人栽培。你们还有心思谈这些，快想个法子吧。哎呀，想什么法子？他是罪有应得。哎，哭哭，这哭有什么用啊？老爷，敬大人来信了，您看。嗯，这景琳的信上都写些什么？还不是求情，还是叫苦呗。老爷，我听说在溪水哭了，那泪一流啊，马上就会变成冰珠。哎呀，这天寒地冻算得了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孤军守城，万一城池被攻破，就要尸首分离 啊。这万里之遥，魂儿恐怕都回不来呀。老爷，你说你那侄子下了大牢，马上就要开刀问斩，可是你的亲外甥流放西陲，活受罪吗？你这当舅舅的不能想个法子把他调回来吗？哎呀，这两个庶子都不争气呀。景莲他一来信就让我哀求皇太后，请求调回官礼。你想啊，我能开这个口吗？啊，你说啊。老爷啊，程禄是你内侄，你可以不管，可是这亲外甥你总得管管吧。万一在关外有个好歹，咱对不起你死去的姐姐呀。你哎呀，你这哭哭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老爷，哎，夫人，李公公说，李公公他怎么说？李公公说，老佛爷对程大人一案怒气未消，范法司定的死罪改不了了。老爷，不过李公公又说，说老佛爷是吃素念佛的人，有个办法，不妨一试啊。老爷，说呀。这个宝贝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是奴才托人从古董摊上买来的。哦，古董摊上能有这种珍品吗？是是。这是程禄家的？不是不是。哼，你还想骗我？祖传秘宝，这上面还刻有印章呢。哟，老佛爷英明，这葫芦乃是宝中堂夫人托奴才
献给老佛爷的，是吗？宝夫人想用他来说情？不不不，宝夫人绝无此意啊。姑姑替内侄求情也是情有可原啊。不瞒老佛爷说，宝夫人自从程璐出事以后，天天是泪水洗面，烧香礼佛，求观音菩萨保佑免他内侄一死。他只知道程璐可怜，他知不知道被程璐冤杀的百姓可怜啊？哎呀，老佛爷心系天下苍生，真乃是菩萨心肠。可是这回惩治程璐，好名声都让左宗棠得去了。哎，程璐就是被左宗棠弹劾的呀。哟，如今京城里可传开了，说左宗棠比当年的年羹尧年的将军还厉害，他要叫谁死，那谁就活不了啊。就是王公大臣也无不听命于他，就连两宫皇，哼，是不是说连两宫太后都得听他的话呀？奴才不敢。左宗棠是国家的栋梁，朝廷不能不倚重他。老佛爷，奴才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呀。你说。听说左宗棠在西北一个劲儿的收买人心，以致陕甘百姓只知有左青天，他不知不知有什么。就是再给奴才一个胆儿，奴才也不敢说呀。这些天家里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郭大叔，爹。姑娘，接呀。大叔。你自己啊，跟大帅说吧。潘姑娘，想让你说什么呀？他呀，是想向大帅请罪，可自己呢又不好开口。哎呀，请什么罪呀？不打不相识嘛。这次回家安葬你父亲了吗？安葬了。找到你哥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别伤心嘛。我相信呢，总有一天你们兄妹会团聚的啊。赵大叔，你看我们快到乌鲁木齐了。是啊，快到了。听说乌鲁木齐被阿骨摆占了，我们去干啥呀？你还不知道吧，我们这是我们做买卖的人，走三江闯四海，哪儿不能去啊？管他什么阿骨摆还是阿金松的，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了。走吧。行左宗棠正在加紧训练军队，准备出关。啊，不是说要派程璐来吗？程璐已被左宗棠扳倒了，陛下可不能小看左宗棠，他比程璐可厉害得多了。是三头六臂吗？那倒没有。不是三头六臂还怕什么啊？
中国政府要是派这位60多岁的老头出征，未免也太可怜了吧？啊！这样吧，你赶快指示潜伏在关内的金龙上一趟北京，用金银珠宝铺设一条暗道，直通他们决策者的心里，让他们不要派左宗棠率军西征，免得他一把老骨头埋葬在沙漠里。陛下真是菩萨心肠。可是金龙到北京找谁联络？只要有金钱开道，再高贵的朋友都结交的过来。不过英国驻华使馆的大门是对我们敞开的，威特玛公使是我们亲密的朋友。啊，来吃一点。哎，我说投靠阿古柏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要不是阿古柏像赵大叔和我这样被官府捉拿的囚徒啊，哎，早就被野狼吃掉喽。嗯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你小子那简直是疯了，被官府害得家破人亡，哎，还要中奉大清啊。莫名其妙。哪儿去啊？找赵大叔。什么事啊？那这小子他不愿意投靠阿古柏。哦，好小子，有志气。想为你爹报仇吗？想。想为你妹妹报仇吗？妹妹。哎，赵大叔，你见到我妹妹了？哎，她怎么样啊？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凡从高台逃到兰州去的青年女子都被官军强奸了啊，然后又被左宗棠当作牲口一样卖到口内去了。赵大叔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有的人是亲眼看到的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当时你身体尚未复原，我说了怕伤你的心呀。孤身一人杀得了左宗棠吗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看过东周列国志吗？看过。伍子胥为了报仇逃到吴国去，向吴王借兵打回楚国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借助阿古柏的力量去打败官军，杀尽贪官污吏，才能为乡亲们报仇啊。军冬季整训成效很好啊，其他各军要好好的效仿一下啊。
坚决要财虚太疲啊，兵源呢要少而精，消耗不也就少了吗？对，要知道一旦出了关，粮饷运都得自己筹办呐、啊。哎呀，大帅，您就说咱们到底几时出关？各军整饬完了就要出关，只怕万事都具备，那东风就是不来啊。你知道吗？诸葛亮，隆冬季节他都能记起东风来呀。大帅乃是金亮，自有回天之力。哎，新武兄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啊，大帅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大帅，诸位将军，金某来迟了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朝廷命令你接管成禄的旧部。哦。何福兄，成禄旧部可有不少的娘子军和娃娃兵，够老兄你一受的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哎，何福兄啊，这成禄不光会养狗放鹰，还听说这成禄啊养了个戏班子，那戏还唱得不错呢。哎，何福兄。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我们兄弟几个人去看戏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程璐留下这个烂摊子，我还不知该怎么去收拾呢，哪有心思去听戏哟。我说何府兄啊，听说程璐靠吃空额发了大财，想必何府兄去接替此任，财源必定滚滚而来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诸位弟兄啊。带兵想发财，恐怕保不住脑袋呀。哎，大家不要笑程禄吃空额的事儿，各军整饬之前，谁敢拍胸脯说我手下就没有一个空额？鄙人过去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予追究，这如今要出关了，我一个空额都不准，一旦被查出来，休怪老夫无情啊。大帅，老乡营如有吃空额的不轨行为，标下便受军法惩治。大帅，成禄旧部，你看我该如何整治啊？我送你一个药方。哦，什么药方啊？大胆用泻药，要大刀阔斧，才需消肿啊！把它十二个营裁减为三个营。啊，三个营，不如此猛泻，岂不就无药可治？各军整训之后，老夫要亲自抽查。是。新疆情势你当了如指掌，偌大疆土如今只剩下三成，我军出关时不可待。文祥，你是朝廷重臣，又执掌军机，你说新疆督办派谁最为合适啊？太后，奴才以为还是派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最为合适。他的年事已高，能行吗？太后，左宗棠年纪虽过花甲，但是他老于兵事，又有胆有识，而且满怀报国热忱，臣以为想对付阿古柏这种强寇，非他莫属啊。这么说，左宗棠挂帅有必胜的把握了？是啊，如果让左宗棠挂帅西征，收复新疆一定会取得成功的。太后，不能再悬而不决了。
左宗棠近日有没有奏章来朝啊？启禀太后，昨天有奏章报，他正利用冬季练兵，以代之西征。哦，年轻了，太年轻了，上打仗了，长官，我收下我，快快，收下我吧，我要当兵了，长官，我求求你了，长官，你就收下我吧，长官。小伙子，太年轻啊！长官，我不小了，我都15岁了。你太年轻了，我爷爷在我这个年纪，大帅，你看隔壁摊上他们都要当兵了，三只野狼了，让我当兵吧。那我问你，你会骑马吗？拜克迪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。哦，那我再问问你，你会打枪吗？我只会用猎枪。当兵可苦了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不怕苦啊。对，就收下我们吧。不怕苦啊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要当兵啊？打回西凉去，消灭阿骨柏。对。王大哥，金大人今天要亲临我营点兵，您说怎么办呢？自古兵营都是吃空额的，弟兄们不要紧张啊！再说不是程提督将官复原职吗？程提督要官复原职了？是啊，朝廷对咱们满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，不都是判斩以后又还斩，还斩以后又赦免，赦免之后就停职留用，留用一段又官复原职，金顺接管只是暂时的，我们只要耍个花枪骗他一阵就行了啊！我花名册上的名额是500名兵勇，缺额260名，如何瞒天过海啊？他借给你100名，我借给你160名，怎么样？若是金大人同时查我营，岂不露出马脚了？金大人也不是神仙，他会有分身术啊。何府来函说，成路旧部刁兵甚多，难以整治啊。查了几个营，竟没有查出空额来。老师，何府为人优柔寡断，怎能整治得了刁兵悍将呢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让他率部西征，老夫还真是放心不下呀。不，老师，人家是旗人，旗人呐，朝廷信得过。母后，自从程禄被押解到京后，天天有人上书旗斩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儿以为程禄罪也该诛，不如速斩以谢天下，免得朝臣絮絮不休的。朝臣一逼你就退让，岂不是示弱于天下吗？这人家越催逼你，该越从容才是啊。而当何言以对群臣呢？你君临天下，岂能朝臣有问必答？有时该隐而不发，才能令人觉得你高深莫测，天威可畏呀。可军居处催问新疆军务，由谁督办，该做决断，不能再拖了呀。这个你放心，由娘口授，你亲自拟诏。兵者前端为敌是那条，恨是活
为大将无量计，怎怕战叫。大人孤军镇守西陲，千心有谁知啊。京中诸公何知守边之苦啊，不是忙于请扎，就是花米酒醉，唉，只可叹我这景都统独守孤城无人问。大人，圣旨到。哦，一定是宣召我返京的。敬大人要回京了。大人，您怎么就知道了？不精通易经，何谓读书人？快奏动雅乐，大开中门，准备香案。迎接圣旨。